嗨，早上好，早上好呀。因为看到张宇航开的直播，所以我也开了，因为比较牛，就是，那么晚，因为刚结束。困还好吧，可能是我今天喝太多奶茶了。谢谢，发挥脑妈。吃早餐了没有？没吃，怎么会吃早餐呢？现在才几点？谢谢 S O O R U O U S 的荧光海。现在对我来说，就是哦，天哪，这个光线好丑。就这样吧。谢谢灵魂花火的荧光海，因为你们现在是白天是吧？谁喝太多？没有，谢谢 VIDGE 的荧光海，别起那么老长的名字。你干嘛？干嘛呢？干啥呢你？哎呦，完了！给我亮！完了，我的光很可爱，可爱。改天抹你家你的裤子去。走过来。谢谢 S O O R O U S 的荧光海。哇，只剩他的眼睛了。哇哦，哇，好酷！你看看，你看，看看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对，因为它是猫嘛，所以眼睛亮，正常。我这个感应灯，它终于是正常的了，就是会人来，就是感受到人它才会开，好恐怖啊，像看鬼片。好，亮了。灯，它是感应灯。对，你手机坏了，没错。手机又坏了吧？换个新的手机，是不是？你看你们手机都不行了。咦，又好了，马上又要坏了。干啥嘛你？孩子吗？看你们，哇，灯泡，他有什么好不乐意的？他凭什么不乐意？他必须给我乐意，乐意吗你？乐意就亮亮灯泡，对，他是那种。感受人那种体感，所以我现在没有站起来，它是不会亮的。好，我准备让大家感受一下那种出其不意的关直播。
好恐怖。嘿，我就不关。就要突然，很突然的关。看到没？后面有那个，谢谢 VIDG，什么意思？叫我半夜起来蹦迪是吧？搁这蹦迪少女，晚安。直播睡觉不可能。对，我们现在很牛的，就是嘛，去卸妆了，准备。哎，我就不卸，我带妆到明天。对，没错，我就让大家出乎意料，就是玩儿。看书，看看，看不见。马上吃早饭了，对，还要洗头呢。我发疯了，没事儿，反正我的妆已经重，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咬我钻哈？谢谢玫瑰花。谢谢苏宁蜜桃的蹦迪少女，拜拜，晚安。哎呦，有蚊子。嘿嘿，我开玩笑的。对，我就不管。有蚊子呀，好大的蚊子叫声。哪有没开耳朵？完了，这个妆看起来很奇怪。下几分了？我看不见了。我上次买的那个就是蚊子蚊香电蚊香液，是猫可以用的，然后买的不知道放哪儿去了，好像用完了，完蛋了。今天要被蚊子咬了，就是这个，完了完了，喝个水吧。拜拜。